十八日少女时代秀英及 Tiffany 分别现身仁川机场，一身轻便装扮，头上的大帽子成亮点，尤其那双107公分的逆天大长腿，是要羡慕死多少人。Tiffany 结束海外行程返回韩国，看到许多粉丝前来迎接，我们的 Pony 心情看起来超级好，一路与粉丝聊个不停，一点也没有大明星的架子呢。